We are so happy to be here to welcome a lot of people, special people. They are from a lot of place around the world. And hope you enjoy the food of Kaohsiung, the weather of Kaohsiung, and the people, the passion of the Kaohsiung. Welcome.因为今天有很多来自各国的嘉宾，所以他们可能听不懂闽南语，听不懂中文，所以用英文跟他们打招呼。但是我相信高雄人们的热情一定可以感动他们。我数一二三，然后你们跟我一起讲 Welcome to 高雄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介绍背手玛莎，高雄的朋友大家好，很久没回来啊，今天很欢喜的，因为今天回来唱歌，不但啊唱歌给你听而已，也要唱歌给外国人听，对不？所以等一下我们唱歌的时候应该喊较大声的，好无？头个啊，石头已经用英文甲因讲 hello 啊。石头。安尼话咱用台语甲因讲你好，好无？一、二、三。你好。多谢大家。记得怪兽。今天人出乎意料的多，然后觉得很开心。五月天也准备了很多歌，然后废话不多说，尽量可以多唱一点歌，然后跟大家度过一个很摇滚的夜晚。谢谢。各位鼓手观众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平常可以出去，因为今天有太多贵宾来，先不要出去。刚刚我相信我们今天到高雄的所有的1000位的贵宾，然后都听到大家跟他们的打招呼的声音，所以接下来我想说，今天晚上希望大家都能够用我们的歌声让他听到高雄在地的声音，好吗？但今天有102个城市来到的1000多位的贵宾，今天都来到高雄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在台下的你们，今天每一位也都是高雄的贵宾。让我们用最大的热情来欢迎全世界的人都来到高雄吧。